你老子也毛病吧？我说了要亲，这么大事，把别人都叫来了，这不是太黑了吗？你少废话，快干活，要是被别人发现了，我看你们怎么办！哎，你说的这电视我急干嘛？赶快去投胎啊！人家对面也装修，你想我们这么急，要10点钟就收工了。 给我拿了2楼就啊，快点快点快点！倩倩，他们也装修，会不会是？赶快把材料给补齐了，其他什么都不要想。哎，老字号，要加油了啊！这时间可不等人啊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不会输给你的。走。 哥，哎，回来了。哎，明天那个要装修厨房，然后那个你的地盘你去看看啊。哎，会的，快睡吧。困死我了。向伟啊，有必要那么着急吗？没办法，我们不能输给了一群的。哎，向伟。向伟。 什么？货还没到？是啊，我刚刚已经给他们打电话了，他们说我们的货被人出高价买走了。我们已经早订好的，他怎么能卖给别人呢？真是太没有商业道德了！他们现在是唯利是图啊！你还跟他们讲商业道德？哦，我现在真的是不知道怎么了，之前是材料被偷，现在又是材料断货。倩倩，我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巧合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 去哪儿？哎，你小心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因为我时间比较急，你这两天就能过来装吗？可以，没问题。这两块也是我的吧？对，谢谢你的。麻烦借我一下。 我们老板买的。谭向阳，谭向阳，你学的啥？什么呀？打我小轿子啊！倩倩，找我。你他妈打谁呢？啊！干嘛？你拉着我干什么？他打你啊！算了，向阳，倩倩，你这是。倩倩，倩倩。